对啦，玩具 TV 第十二季系咪第七集？七集哇，劲喎，记到喎，仲未执。系啦，咁仲要啱啱食咗呢一個三週年宴，冇錯啦。系啦，咁啊，非常豐富，非常緊迫。係今集都唔可以講太多嘢，快爆咯。所以就劈轉快嘅，唔好意思先咁多位。所以一開波要劈邊個先啊？你話算啦，因為大部分都係你嘅。係咩？有啲咁嘅事？根本係爆得多玩具，爆得多玩具今集。就係咁依種望下呢對先啦。好啦，咁啊，哎呀，終於計呢一個蘇永康之後，道中兵團主角終於出場啦，井澤同前野。咁啊，如果大家有睇今次呢一個版本咧，都知道係死死團嘅制服。啤啤布啤啤布布啤啤布布啤布布。好，咁啊。可以望翻啦，咁其實上次如果即係大家有玩到呢一個蘇永康嘅話咧，咁本身都唔使太擔心。今次同樣地，井澤前野亦都跟翻足曬入邊嘅設定，可以望翻今次佢哋呢一個死死團貓貓嘅造型，我慢慢咁樣俾大家睇一睇先。當然啦，其實你話要出唔複雜嘅。最重要都是要睇翻佢哋個衰樣，因為個樣唔衰咧，就真係買唔去嘅，係啦，所以真係完全將呢一個井澤同前野嘅特徵逼曬出嚟，個還原度都好高啊，係咪啊？冇錯，咁啊，當然啦，好夠錢，係啊，咪可以平時大家點樣玩嘢就係咁樣玩噶啦，我好像唔係調轉啫。我喜歡那招喎、啊！咦，千年殺？係啊，我最喜歡喎、啊！果然識貨喎、啊！咁當然啦，你話仲有啲咩特別需要介紹就真係唔使，因為完全真係道中兵團嘅 fans 向嘅。咁啊，你問我咧，即、就、係、是、你出得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叫做貓貓三版咧，我幾期待佢真係出翻道中兵團，即係即係打乒乓波嗰陣時嗰個碌。哦係啦，鳥巢驚魂，冇錯，鳥巢驚魂發球啊嘛，大佬可以咁啊變咗我自己嚟講，我會中意，但係本身點都好，呢一對如果真係話道中 fans 咧都走唔甩噶啦，始終真係佢可以將井澤同前野呢兩條茂利咧嗰個特徵完全出翻曬出嚟。咁啊，應該都出貨噶啦，咁啊變咗其實大家睇呢一個咧都直頭係呢一個貨嚟嘅，咁所以唔使擔心。Watch you see, watch you get， 都係嗰句啦。咁啊，如果即係大家係井澤同前野嘅 fans 嘅，請大家密切留意坊間，咁啊，隨時都賣噶啦。幾多錢？幾錢啊？我真係唔記得。幾嚿水啦？幾嚿啦？幾嚿水啦 ？BU crossover 呢個 MV， 咁啊，希望嚟緊仲會有其他嘅道中產品，特別係架紅包車。係啊。係啦。咁啊，簡獎先，又可以 next 啦。好呀、yeah.